佛跳龙舟菜，鲜甜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个胡萝卜汤，就整个粉，哇哦，好辣！什么？好辣！烫了一个面条都吸满了那个汤汁，所以你吃的每一口那个面哦，都是很 juicy 的。它的汤汁呢，它就是那个辣椒还有那个奶香味是蛮浓郁的。我看一半呢，然后你就把它推出来就可以了。断了耶！我知道，你这样笑当然会断啊，我翘你的脚也是会断的，你知道吗？